老市长了嘛哈，现在这个要不要先点评一下蒋市长做怎么样？四个月还看不出来，还看不出来，因为老实讲，坦白讲，那什么事都不要做，不要乱动，反正没事。嗯，因为当时我们那些一大堆，我看听说今天他们跟我报告说翡翠专馆要开通了。嗯，对啊，结果那个翡翠专还有六个市场要开幕嘛，还有一大堆社会住宅要那个，还有那个。太多了，双子星了，你看看，从旧市议会双子星到亿万亿兔，还有那个国营戏园国宅，我所有计划全部都写好了，嗯，按部就班就，我还怕他反正什么事都不要做，就反正没事。你会不会放不下？你会不会觉得看到蒋市长就讨厌？就不知道这个以前我做的，或者怎样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会不会放不下？有一些东西希望你关紧呢？没有，其实后来他们。是我有些官员跟我说，现在就是太轻松了，要不然陈会改掉，你觉得？啊，那个那陈会是有他的用意。陈会第一个最大好处就是，大家晚上都没办法应酬，每天七点半坐在那里。啊，再来就是沟通嘛，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下定说，先开会后写公文。因为我也是刚当市长的时候，要公文要六个月，因为会这一科会那会啊，我们现在不是的。大家全部坐下来，问题有哪些？大家当场讲好，那写会议记录啊，这样公文一次就跑完了。所以先开会后写公文，这速度会差太多了。